再啫嘛。相信大家咧，打呢个决斗测验入边咧，有一关系特别难打嘅，就系、是、呢个亚马逊之乡啊。通常大家都会卡喺呢一关，咁今集咧同大家嚟示范下如何咧可以顺利解好呢个任务啊。咁首先咧，发动呢个谦虚之湖，然后将我哋最右手边嗰两张卡片咧放入去我哋卡组嘅图片先。然后咧，我哋再打出呢个贤者啊，贤者，再打埋其他嘢啦。呢、这个低攻嗰佢咧就会加1000攻击力，同埋全家宝装备女巫呢、这个贤者。然之后嚟啦，我哋首先咧就系用我哋嘅男人啦，去打中间嗰条龙自杀，然后发动技能。从我哋排组召唤只老虎出嚟先，再发动我哋嘅陷阱卡，亚马逊嘅意志将我哋头先死咗个男人召唤翻出嚟啊！然后咧就可以开始去打对方嘅怪啦。首先右边嘅贤者打右边嘅鸡仔啦，咁佢就会同佢一样伤害，破坏咗佢嗰只，再破坏埋佢嘅陷阱卡。好啦，然之后咧，我哋就要呢个留意啊。首先系用呢个老虎打左边啊，呢个左同右系有分别嘅。打左边呢只咧，咁佢龙系减攻啦，然后再用男人打佢，加1000攻击力，咁就可以顺利通关。正确射击啊！咁今集咧就非常之简短咧，就教大家如何通关呢个三星嘅亚马逊之乡啦。咁相信大家睇完咧都识玩噶啦。咁觉得呢条片 OK 咧，记得揿个 like 同埋 share 俾你朋友睇啦。仲未加入成个门下之前，可以揿个订阅，即系订阅我个频道。然后隔篱有两条片推荐俾大家睇，我哋下集再见，拜拜。